们的站长哈，在场的我们各位长官各位最辛苦的所有各部队的朋友以及我们所有的先进哈，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哈，而且也非常荣幸特别是代表桃园市议会我们所有的议员以及我们所有的团队在这个中秋佳节之前来做这个味道的一个工作我想这不是因为是味道那每年哈那我想在这个佳节前夕我们议会特别也考量到在座的大家的一个辛苦比如刚刚我们的站长也好我们公关室的秘书也好特别提到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在整个一个协防国家的一个安全甚至于到地方的一个勤务给我们乡亲的一个帮忙所以说大家这个一年从头到尾都非常的一个辛苦那在这个佳节的一个前夕我想能够代表议会表示我们对大家最高的一个谢意跟建议大家辛苦也祝大家佳节愉快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慰问我们国军官兵，那我们国军官兵呢，这一阵子他们也很辛苦。从七月下旬呢，我们那个抗光节结束之后，本来就可以好好休息，但是呢，又因为这个美国的市长来了，生病的一场，然后呢，这个武汉就要这个撤军了，他们又提前半个月在媒体上看到，就说他们。再来就是我们九三军人也是他们荣耀的一他们还要这个航海员队从那个天南过海跟大家的战争所以呢那个他们可能这个中秋节又要加强战备所以很辛苦那在这个时机议长给他们打气我相信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也希望在座的部队的长官代表回去一定要跟官兵转达议长的心意帮我完毕谢谢在最近这个军演不断他们特别辛苦也利用中秋佳节的时候跟他们说声谢谢